六点谈健康由默默养生冠名播出。每天早六点，健康多一点。欢迎收看每天清晨的六点谈健康，我是李志刚。前几天啊，有一个老的病人问我，说是李教授啊，这个天气越来越冷了，他就担心他的这个冠心病啊，这个怎么样啊，预防啊或者发病。我想呢，又给推荐一个小的一个方法。这个方法呢，我说你早晚啊各吃一把花生米。啊，这个他说这个花生米能有什么作用呢？因为花生米啊，它就有护心养心的作用。因为花生米呢本身含有啊这个四烯酸，它是一种不饱和的酸，可以降低血脂和软化血管的作用。这个花生米怎么吃呢？啊，这个也很简单啊，就我们到市场买一些熟的花生就可以了。那么一把呢，就每一次啊20粒到30粒。啊，有的朋友啊，他可能吃花生的时候，他把这个外边这个啊，那个红衣把它剥掉了啊，就把那个我们讲那个是花生衣把它剥掉了吃。说这个呢，这里啊，着重的提醒大家，啊，就是要吃花生的时候，花生衣呀 也不能把它剥掉啊，一起吃。因为花生衣有什么作用？它有补养脾胃之气，有这个活血呀、养血的作用啊，所以这个花生衣不比花生仁的这个营养成分啊这个差。所以这个吃花生的时候要把这花生衣啊一起吃掉。我们想啊，健康养生啊，都是从心开始。我们在这个寒冷的冬季，应该细心的养护我们的心脏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，我们明天见。